能量红星加个关注，避免您需要的时候找不到我。养殖牛羊用这台轻饲料打包机制作清楚饲料真是太棒了，家里有个三相电就可以使用，它可以把粉碎后的玉米秸秆、小麦、牧草类通过压缩的方式排出草料中的空气进行真空包装，这样制作出来的清楚饲料压实密封性好，保存期长，不受季节、日晒、降雨和地下水位的影响，可在露天存放两年以上，取多少用多少，不会产生浪费，完美的解决了老式窖池取料难、草料进入雨水、空气易变质、草料浪费严重的难题。发酵好的清楚饲料产生有益菌，牛羊适口性好，易消化，对牛羊的生长发育有良好的促进作用。路过的朋友一定要点亮红心加个关注，避免您需要的时候找不到我。养殖牛羊用这台轻饲料打包机制作清楚饲料真是太棒了，家里有个三相电就可以使用，它可以把粉碎后的玉米秸秆、小麦、牧草类通过压缩的